其实刘。哇，火车。很多东西都是用小乐高拼成的 QR code 超级大，还有很多小型的乐高成品，哇，迪士尼款，哇，超级多角色耶，超可爱的。你看这么多造型，可是它是里面最平凡的，可是它是里面最贵的。最贵的吗？对，找找看，这价钱怎么定的？乐高迷赋予它的价格。哦，所以就是有人现在就是最经典的最哦，有道理耶。这就是迪士尼的两个特产，阿拉丁啊，但是最贵的是这一只，你看起来很平凡，可是为什么？真的耶？对，因为它的微笑是乐高的第一代的。人偶的微笑，而且它全球大概只有几只而已。那这个可以自己组客制化的人偶，如果你是当月寿星来的话，他就送你一只小人偶。很 Q， 他很多衣服可以穿。好潮哦，好潮。再加个好看的裤子。玩乐专家。好看的裤子。笑抖笑抖。它这边有乐高海，你就可以带你的，如果有小孩的话，就可以来这个空间，让他们组装个小小的乐高带回家玩，好可爱哦，小城市乐高城，好想要再加摆一个这个。是他们这边会有的小火车送餐。这是一个神秘的机器人，嗯，你觉得它是干什么用的？嗯，还真的是看不太出来的。对啊，而且它这个是那个吧，电源的那个，对，电源符号，电源的图示，然后什么意思呢？它下面还有那种，反正它感觉就是会自动走，对啊，下面还有侦测，机械式的那种，还有红外线侦测，然后送餐机，对。它这个是可以自己这样走，然后这个是可以这样转弯。对，然后就是你们可以自己遥控到你们的餐桌。来，这位少女来挑战一下，她现在要遥控这个布布。往前走，冲啊！她现在跟着她的机器人，正在努力的前进中。他用他们提供的手机 APP， 然后可以操控这一台机器人往前走啊，或者是转弯之类的，然后你可以这样迟缓的送到你自己的餐桌上。冲啦！餐点送到了，我们的披萨终于来啦！它这是红忍者披萨，那是玛格丽特，准备要开动啦！它是以忍者飞镖的形状。这就是有里面有六块砖在这颗大头里面，随便组看会组出什么东西来。我没有抽烟。这一面是店家的乐高桥，这少女在挑选乐高，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想买可以买的，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。然后也有适合非常小的小孩玩的，非常的多元，一个还蛮舒服的空间。我们来看一下超级小，他这好大的，真的好好笑，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复仇者系列，超级可爱耶，好 Q 哦。
工作台。吓死人呐、啊！请注意道路路线，好气有气。我留很久，没事，我留很久。哦，是玩具反斗城，玩具总动员啦。它东西其实也还算蛮好吃的吧，大家真的可以点那个忍者披萨，因为还有三种不同的。运送披萨方式，大家自己来玩吧。而且老板跟老板娘都会非常亲切的跟大家解释很多东西。没错，如果大家对乐高很有兴趣，可以来玩一下，也可以带小朋友来。